我兄弟的小姨喜欢我，今天被她骗到家里，没想到半路她前男友来了，听说是个脾气差的拳击手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躲起来。干啥呀？怎么又来了？我能干啥？不是跟你说让你别来吗？换拖鞋。我回自己家换新拖鞋。这是我家。敲门不开门，看有人家的人啊？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？我这么几天没塞你。给你点脸。不是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拿这干什么？我怕你自个儿家待时间长了上火吗？你现在过来给你拜拜火了呀？你有病吧？烟怎么换了呀？和你有关系吗？你赶紧给我走。你还找什么呀？家里已经没有你东西了。哎，怎么一股臭烟味儿呢？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走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你醒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赶紧走，离开我家。没关系，给你买的，送你。什么呀？不要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不要。你乖点去吧。我不要，能听懂我赶紧走。你穿上去。你说好了。穿上，穿上看。我穿完你立马走。哎呀！脚丫味儿你闻着吗？没有。你看大脚的肉。我知道了。不能开呀，窗户也开开呗。一二三，睡。这叫这么轻吗？一二三，我睡你妈！打死我！疼死我！这是我外甥朋友。谁朋友？我外甥朋友。你外甥？对呀，你下次能不能问清楚了？今天玩这么花花，哎，今天玩这么花花。